107年国中公民教会考第55题的解题，现行中华民国身份证统一编号的首码为大写的英文字母，代表初次登记时的户籍地。2010年的时候，行政区合并改制后，部分县市的代码因而停止发行。图24，就这张图哦，你右手边这张图是行政合并后的地图，以部分县市的英文代码。下列哪一个英文代码还有可能出现在2018年的新生儿的身份证统一字号编号当中？那我们看一下 JLRS 这张台湾地图，它各是代表哪些乡、哪些所谓的县市？那我们可从这里可以知道 ，J 是新竹 ，L 是台中，那 R 是台南，那 S 是高雄。那这里面唯一没有被整并的，剩下是新竹，所以答案是 A。